感謝這個大會的會長，透過的安排，今日讓我們可以真有幸請到我們所尊敬啊，或是鼎鼎有名的陳教授來這裡啊，開第一炮，吼，啊，要做 keynote speech， 啊，要跟我們講一個重要的這個題目，哦，就是 definition of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咱知影，陳教授是国宝级啦，啊嘛是国际级的，啊嘛是世界级的，是顶端的精神医学，吼、哦，精神医学方面的权威，也是伊个专家。咱知伊过去啊，早期伫台大本土派，台大的医学院毕业了后，伊就去过海水吼、哦，去英国去留学。啊！伫个遐呢，一伦敦大学摕到双博士学位，第一博就是即个 PhD in psychiatric genetics， 第二博就是 Doctor of Science 是 genetics 啊 epidemiology，right？OK，、okay, 只要呢伊伫个哈佛啊，有当地个即个大学也教授，还有即个主任，啊，伫个。或者遗传就是精神遗传因素的数量。李康康上年真重要一年，就是三年前，陈教授接受加州大学最高荣誉的这个邀请，啊，伊的态度就是讲 University Professor， 就是讲加州的中校教授，哦，来这个圣地亚哥所在，啊，伫遮也分校。这 UCSD 成立的好多啊基因体，好多基因体，好多这个基因体的研究，还伫遐做讲座的教授，啊嘛伫遐做这研究中心的主任。更加重要，咱知影，陈教授伊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士，啊嘛是英国皇家。医师学院的医师，啊，国家咱称作就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医师，啊，咱在伊业界啊，真是医药吼，真是医学界啊，因头有真多来讲的，伊的著作等身啊吼，啊，伊的这个论文超过800篇，超过800篇。啊！咱交出一个足好诶成果，就咱台湾人争光。啊！恁家己真宝贵时间，毋通跟人拍算，咱来来聆听，吼、哦、啊！陈教授演讲，咱用最热烈诶掌声来，请伊欢迎伊，啊！尊敬伊。多谢陈会长，啊，甲即个我敬听的即个李敏雄兄，啊，甲即个张组长，咱都捌见几若摆吼，啊，你今日当来遮甲阮勉励，我安真多谢。我看吼，用即个闽南语讲，大概大家拢听有啦吼。啊，若听无的人吼，甲隔壁问者，啊，若无则甲举手，我一定甲恁讲，恁听闽南语吼，较听无清楚的人。有几个？欸，我大家拢听有啦吼，安尼真好。啊？可以啦吼，啊那无？懂的人不会举手。哦，手呢？哦，有影就对。我这个无清楚。Anyone who cannot understand Taiwanese, please raise your hand.No one. Oh, only one. Oh, two, one and a half. Minority or minority. So, would you sit beside someone who can make an immediate translation for you? Okay.
So invite those who 你听懂哈？哦，记者 ，OK，OK， 我就是要用英文讲吗？不是，我是 raise your hand if you like me to use English。哦 ，mix 好，讲难得讲啦，十菜面安尼会使你好。诶，这个李敏雄兄吼。甲我介绍我一寡未记的代志，拢甲拖出来讲，啊，讲的到底唔知偌济有影无影，我嘛家己嘛唔知影。啊，真多谢啦，今仔日吼会当来，我想要较经这个题目，有人讲我这个讲几啊摆，因为这真要紧。啊，近来吼，阮读医学的时吼，恁读医学院吼，伫台湾读还是遮读吼，拢是咧注重看要安怎诊断病。啊，病啦，有诶时才治疗。啊，即马吼，即个已经离 medicine advanced the point of 爱预防 prevention， 要未发病诶时就 prevention。毋过，搁较要紧诶就是讲，特别咱即个时代诶人吼，爱要看安怎维持咱诶健康。即伫医学院诶时拢无读。哦，拢干那读起迄落一挂细菌咯、virus 咯吼，啊安怎感咯？啊感嘛，即马也毋知影啥物到底是安怎发生。所以即马主要就是咧讲，看要安怎来找出吼，安怎你现在有诶，你诶身体诶即个种种诶你诶体质，啊甲你诶环境，要安怎来互你诶健康会当维持健活真久啦吼。啊，讲回咱即个李教授要讲起即个要活到一百岁吼，迄是真好啦。毋过活到一百岁吼，阮做医生个吼，较侪岁吼，啊若无健康吼，我看有啦，较早翘起较好。因为吼足艰苦啦，看迄患者吼，安尼吼，啊佫即马才知影讲吼，即个。美国即卖已经总统府甲 NIH 已经宣布吼，美国个国家研究卫生所已经宣布讲，即卖已经是讲 cancer 的 priority， 即卖是啥物事？毋知 Alzheimer 哦，老年个时个即个脑个痴呆症，啊，即吼即煞变作即卖美国个上要紧个。啊，毋过最近宣布了才知影讲吼。过去用的几啊百个拢用了唔对去，安怎用了唔对去呢？真侪全世界大家咧找看有啥物阿尔茨海药啊吼，啊迄个 trial， 拢是已经阿尔茨海已经发病的时才治疗。啊，我刚听那边互恁看脑吼，已经脑已经二创伤啊，伊做只治疗拢袂好，所以即卖伊决定讲 ，OK。那安尼的时，也未发病的时，来找遐也未发病的时来甲治疗看嘛咧。啊，毋过遐未发病的人讲，我都也未发病的，你甲我找去做这个囡仔片。所以这个有那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个左宗办法啦吼，我有那有南一挂北京语啦吼，伊咧看讲安怎吼，上拄好大家会当接受，啊你爱签名讲要参加。就是吼，要开始的以前吼，拢无阿尔茨海默这个症状，吼，啊，先抽这个spinal fluid 吼 ，spinal fluid 抽出来，啊，甲看迄内底吼有迄个阿尔茨海默的这个现象啊无，哦，啊那有的是遐个人开始来治疗看嘛嘞，啊，甲拢完全无。来评看到底有啥物差无，所以即马我用咱的 taxpayer 的 money 吼，开始全美国真侪即个大学拢咧找即个患者的研究，啊，即个主要的中心是伫 UCSD 开始做即个奥赛嘛，已经做真久，所以即个即马是咧真要紧的，所以即马就是咧讲，看要安怎。来，即个还未发病的以前，看要安怎开始
来治疗。所以不是干那凹菜嘛，癌嘛是烧伤。要不发病的以前，你若已经癌了吼，要来治疗吼，有啦，即卖有进步，会较好些。唔过拢是即、這个，要不发病的以前，看有法多通来预防啊无，这是主要。啊，即卖你血压嘛是烧伤，心脏病嘛是烧伤，种种的 stroke 嘛是烧伤，哦，赶紧去检查吼，看迄、那个。血管有塞去啊无？啊，以前血管塞去时吼，都翘起啊吼。啊，即摆吼，即摆血管来翘起时，有法度当开刀吼。啊，遐塞地遐会当甲摕起来。所以即摆即个，我今日要讲即个，就是咧讲，主要吼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s today is how to maintain our well-being。啊，即个 well-being 吼，有几啊种啦吼。啊，所以以前吼。以前在讲的吼，后来以前在讲的吼，就是在讲到底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你去检查拢无迄个症状，唔过即马的看法唔是，这个健康吼有几啊种啊？啊，一个就是讲迄、那个你的遗传的因子，甲你的环境，啊，甲你的这个spiritual aspect。这 spiritual aspect 你唔通想讲，即拢干阿咧讲神甲宗教，唔是哦。咱直接看四个大人囡仔吼，迄款的音乐以及表现，迄是乎你的这灵性得到满足哦。啊，咱的这个对艺术啊，对科学的这个欣赏，唔是干阿这个咱咧想的吼，对这个精神。是对咱的心灵有真大的这个 inspiration， 也叫做 inspiration， 就是讲对这灵性的这个方面啦。所以爱的吼，来了解 next， 来了解吼，唔是讲 absence of illness， 这个 physical condition， 就是吼 well-being， 爱三方面拢来。继续吼 ，next。所以即马我今仔日吼，真要紧的，就是咧讲，是即个 well-being， 咱的即个健康吼，是爱三方面，就是身体也都爱养健，咱的精神方面吼，脑的方面也都爱养健，啊，咱的 spiritual dimension， 灵性方面有哪爱健康，即、这个三个方面上要紧。So far， anyone cannot understand。Please raise your hand. I think everyone seems to be understanding what I'm talking about. Please don't hesitate. Just raise your hand. Then I'll shift to English. Okay. Oh, 啊，这个三方面吼，爱大家爱做伙。啊，这个研究吼，因为这不是干那咧讲身体，啊，都爱讲精神，啊，都爱讲灵性，所以这吼真复杂的代志要来研究。我咧创的拢是。爱用双胞胎啦，双生啊，啊双生啊吼，有两种啦，吼、哦，大家较唔知啊吼，拢知啊，双生啊有一种是叫单卵性，吼、哦、，single egg 就是一粒卵吼，啊，迄、那个精子去受精的时候，伊吼拢受伤，啊则以后变作两个，啊，佮一种就是双卵性的。都、就是有两个卵，哦，无相像，甲兄弟姊妹相像安尼，啊，有两个精子去受精了，所以这两个吼，伫这个母胎内底，甲普通的兄弟姊妹相像，是敢若同时伫迄个时阵生吼，一个较早，一个较晚，啊，迄个双胞胎单卵性的嘛是安尼，所以这两种吼，因为有这款的这个双胞胎吼，我用双胞胎做研究，做真济。啊，安尼个看开就是我拄仔才讲的吼，就是这个母仔个就是单卵性的，啊，伊的基因吼，两个拢完全100%的相像。啊，伊个伫母胎内面吼，受这个环境的因素也是相像。啊，出来时吼，
non-familial environment 就是外口的因素都无迄个影响吼。啊，这个来在个的，就是50%就是基因哦，敢那有50%的俩兄弟姊妹 on the average， 这个 genetics 的 gene in common 就是50%。啊 ，family environment 嘛是相像100%。啊，所以个看起来，你个平均两个吼，平均两个一看吼，那调变的是一个，啊，佮伊个 co-twins， 诶，这个 percentage， 这个怎样讲？这个到底是遗传的因素相关？譬如感冒，这个双胞胎是拢差不多，佮迄个单卵佮迄个。这个酸软吼，拢差不多相像啦，无啥差别。唔过吼 ，next， 这个即马甲看开吼，这个 height 身长吼是这个红的部分，就是表示这个 monozygote， 这拢做真侪这个研究，几啊百个、几啊千个这个双胞胎时，你甲看这个 height 是差不多。近去100%的红的，就是表示单卵性；这个青的，就是双卵性。吼、哦，啊，这个看起来有差真济了。哦，啊，这个要读册 ，reading 或者 disability， 读册读袂好势。这双胞胎个研究块，单卵甲这个双卵有差别。啊，即马大家咧讲 autism 吼，一款咧，即个囡仔诶，食道有毛病吼，甲人诶接触无好势。啊，即款咧，即马愈来愈知影讲遗传诶因素啊不加管啦。所以即马甲看下，就是即两种安尼做伙。所以 hypertension 也是受伤，研究了即个单卵性，甲着 hypertension， 甲即个。酸软的比较 ，stroke 也是受伤，所以这是讲用这 twin 吼，一旦了解真侪这个 ，what is the genetic components and what are the environmental components？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way of studying。所以我今麦要用这个法度吼，要来 study 咱的这个 well-being， 哦，到底是安怎影响吼？所以即马今仔日无迄个时间通甲恁讲隆重安怎去创啦。我做一个结论啦吼，即马现在即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讲吼，即个维生素咱咧讲的即个身体甲精神甲即个心灵的即个维生素吼，是大概迄个在每日的遗传的即个因素占80%哦。啊，这个不是讲那安尼的时吼，都是拢袂啷改，都是有80%的这个遗传的因素底下，啊，看要安怎来甲改这個，啊，这个基因吼、有这个有两种，哦，一种会影响你的较快乐的这个迄个感情，啊，一种是较你的这个较悲伤的这个感情，这個、感情有几啊种啦。一种是较 positive， 一种较 negative。啊，这个因为这个双胞胎的研究，阮已经知影真侪这个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啊，这个拢有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的在 next。所以，甲咱的这个性格有哪关的性格？有诶，这个性格吼，较无安定的；有诶，性格较搞超凡的。有的性格代志还未到，就烦恼起来扛，吼、哦，迄款的吼，这个 personality 吼、哦，影响你的 well-being， 影响了会真济。啊，这个我拄仔讲的，就是讲遗传的因素吼，唔过环境的因素倒起来有哪真要紧啦，就是你的教育的程度，啊，甲你的 income。有哪会影响到有较有钱通用是比无钱较好啦吼，啊，安尼也是对 well-being 是有影响啦吼，吼啊，这个你的身躯的这个 physical health 对well-being 有关系，
你的 social integration， 那阵咱这个教师协会哦，大家做伙，大家有这个 attachment 啊 ，social integration 跟 relationship 跟 social support，this is very important。所以这个大安中心哦，做真侪代志，或者这个真侪人来家一旦互相交陪，哦啊，真侪人站来家吼，已经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is going on here。So yeah， 啊 ，well being， 嗯 ，sorry， I didn't indicate well being。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哦，咱想讲吼，人真单纯哦，无影咧，来单纯人实在有够复杂，吼，啊，讲话讲出来吼，人甲你了解吼，唔是照你咧想的啦，吼，啊，你家己犯着要讲吼，你嘛讲了，甲咱爱要讲的，讲到煞相反去，哦，啊，特别来美国了吼，甲美国人讲 yes and no 拢讲袂清楚。因是拢主要是用我做主要，吼、哦，啊，咱是吼、哦、你做主要安尼，吼、哦，比如讲讲 ，I didn't see you at yesterday at school， 吼、哦，啊，你甲讲 ，yes， 啊 ，yes， 就是讲我都无去底下啦，啊，英语就是讲 no，I was not there， 咧讲我，唔是你，哦，所以这才是这个打来的时吼。哦，我打第一摆去英国吼，咧听人咧咧讲 no yes， 啊个 yes 哦 no， 啊当下咧啊恁大家拢有迄经验嘛，这就是这个咱的这个口才是以别人先主要吼、哦，你讲的是对啦，对，我昨昏无去滴学校，啊都、就是啊因都是 yes 嘛，吼、哦，啊因的意思就是讲都无都无都是 no， 无论安怎都 no， 所以这个 yes and no 也搞不清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吼、哦、，next， 这个甲看开 ，mental personality， 啊，甲这个环境拢有关系，这个、spirituality， 啊，过来咱来讲这个灵性 spiritual dimension， 这个吼、哦、真歹研究了，拢是大家想讲 spiritual 都是宗教 ，it is different。Spirituality and religiosity are the different two concepts. 哦，这个你讲的普通讲 religiosity， 普通是咧讲 vertical， 甲这个神的关系。你若有信神的时，看神甲你的关系是安怎？这是 vertical relationship。啊，这个一般人咧讲的这个 dimension 就是 horizontality。你跟你的朋友的关系，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你跟你的这个子女的关系，啊，跟你的环境、艺术，吼，啊，跟音乐，啊，跟种种，迄拢对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 spiritual dimension 真要紧。搁一个吼，就是你的 commitment， 看你对你的这个人生偌侪 commitment。所以这吼，就是 spirituality。所做的吼，所以甲讲起来吼，一般有信的人吼，伊的这个那阵活较久，唔过这无一定是安尼啦吼。做真侪研究吼，因为有人讲活较久，活较久伊都拢逐礼拜去礼拜堂啊，吼啊去行较侪，运动较侪吼，嘛有可能吼。所以这块人咧做研究的是爱到研究好势吼，唔过。至少有 religion 的人吼，较袂去食药啊，吼，较袂去放关家，吼，啊，那亲像即马研究起来，有 religion 的人吼，那亲像对 cancer 有那亲迄个治疗，那亲有真大诶影响的款 ，cardiovascular 甲 wound healing， 这有一寡研究啦，吼，毋过毋是当作大家拢安尼，所以。这个灵性的方面吼，就是爱来了解这个 dimension of spirituality， 啊，甲咱的人的这个 personality variables， 啊，甲有甚款的这个psychiatric problems， 这个 spirituality 那较悬的人吼，较袂去 drug abuse，
哦，啊，较袂即个 alcohol abuse， 哦，啊，较无一寡即个精神的毛病，所以 spiritual dimension 吼，即 not equal to religious religiosity， 这两个是无相像。Hey, Stone， yes， 我还够有几分？25分吼，啊，咱都爱啊留一寡时间吼，当来互人问问题吼，吼啊，所以这个 method 就免讲啦吼，咱这哦 genetics 啊，我讲了啊吼，啊，这个起码吼，我现在咧做的就是吼，我伫 Harvard 时吼，有要研究双胞胎吼，我都去想去用伫这个去 Vietnam veteran。诶，即个我吼，迄阵啊，就是征兵制度嘛，所以美国人大家拢爱去，所以我去找讲吼，伫迄个十年的中间吼，看偌侪双胞胎，去找迄个因生日阁共相像的，啊，阁缩小起来伫差一号的，安尼讲有8000的 twins， 哦，啊，所以伫咧时阵，阮就一定研究到即卖，还阁继续咧做，所以我用即个现在阮。也过咧继续个吼，我家即个 twins 吼，你若写批互伊吼，因特别因个 birth date， 因拢真爱做迄旅行，啊，阮请伊来，请伊来 UCSD 啊，请伊去 Harvard 吼，啊，互伊 follow up。即摆阮个研究就是讲，看因个 well being 到底安怎，看因个即个吼本身吼啊，诶，即个现在对 aging 即个。Wellness 安怎关系？所以即马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讲吼，即个 well-being 吼，唔是干呐 one dimension， many dimension。Sorry， 所以我个看个有1226个 male twins。即马51岁甲60岁，阮即马咧做即 well-being 的 study。Sorry， 好 next， 好，安尼好。所以阮即马即个研究的结果是讲，即个 well-being 是 multi-dimensional， 唔是干那一个。啊 ，well-being 是有 genetics 甲 environment 的 factors。啊 ，psychological 心理的诶，即个 well-being 吼，甲即个 self-esteem 对本身诶 self-esteem is highly heritable。哦，啊，首先 life satisfaction was only moderately heritable。所以，即卖阮阁继续咧研究吼，无得甲。恁来愈来感觉讲，阮咧研究的都毋是咧做医学啊，吼、哦，啊研究 forgiveness， 看安怎下面人，哦，啊看即个你 empathy 同理心，哦，啊甲看你的即个 personality 到底是安怎关系，所以即个阮现在咧研究这脑的即个构造，对会当同情别人，啊对会当了解别人，啊到底是对一个部分啊会当。下面别人，啊，恁讲要下面别人安怎去研究？啊，阮用这个 Vietnam veterans 吼，诶，这个 twins 吼，引起这个 Vietnam 战争的时候，伊的这个兄弟去和 Vietnam Viet Cong 台死，好，心内感觉，有个人回来，几啊十年后嘛是还过咧 hatred， 啊，毋过有个人就是讲啊。我冇甲拍死，冇甲人拍死，啊，迄代志都过去的代志啊，唔免阁讲啊。吼，这人吼有几啊种，啊，有诶兄弟姊妹吼，为着财产吼，吼举刀要烧刀，啊，迄吼无法度呢，无法度通解决。有诶人就是较硬气，都硬气。啊，有诶人你甲听来讲啊，咱即来美国有遮即个查某诶吼，讲啊，迄无本着就算了，无要紧。吼，啊，阵啊，听歌要听，要唱歌哦，唱好了，哦哦，安尼哦，一人一人的这个性格拢无相像，所以这个 forgiveness， 我即马是咧研究讲，
到底对一点，为什么 forgiveness 以及个 biological basis？ 所以还过几分？还过二十分。后来，这个 well-being 吼，就是将来我咧想讲爱着做一个，因为吼美国的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吼，无咧管这个代志，要互你有研究基金，虽然遐尼重要，医学教育过去无咧注重这個，起码吼将来就是这個，所以阮这个Center 吼，主要是咧做这款的，唔是干啦 genetics， 我起码咧做 director 是 behavioral genetics， genomics， genetics 是主要是管一个基因诶一个影响，或者找一个基因，起码这个遗传方面拢是 genomics。管真侪基因啊，唔是干那些基因的发现，就是基因到底咧做啥物？伊创出来这 protein 到底安怎影响一个人诶这个行为吼？这是阮咧研究的主要，所以将来来我咧甲这个李董事长咧讲吼，哦，你即卖讲迄个等退休吼，咱就做下来做一挂研究吼。要做 Well-being Research Unit， 我明仔载开始要去 Cambridge University 哦，伊遐嘛是 Well-being Unit， 啊，所以要做迄个合作，做迄做一挂这代志，啊，看要互人吼，看安怎互伊 happy life with good physical and mental and spiritual health， 我看还够十分啦吼。我后来，我主要是要讲这啦、個。我拄则讲的迄种有这個 reference 伫遮吼。啊，我今仔要讲的，就是咧讲，最后吼讲一个 Alzheimer 嘛。咱大家咧讲 Alzheimer 拢唔知影讲 Alzheimer 是到底是啥物病。互恁至少互恁看一个脑吼，伊内底 Alzheimer 那脑去甲解剖是到底安怎？吼啊，真可惜到即嘛吼，也无有特别的治疗。唔过，我 predict next 10 years 真侪即个发现会未来，所以到迄个时阵，咱拢差不多迄个时阵也未到讲死去啦吼。咱一旦得到即个美国的即个 taxpayers money 会用伫即个 Alzheimer 的即治疗，啊，咱即个弟弟吼真复杂啦吼。啊，唔过咱甲简单来讲吼，就是你拿即个。对你记讲是甚物所在，但当甚物所在，啊，佮你记讲是 what， 哦，这拢特别有一个 circuit， 啊，迄个主要的所在就是 H， 就是 hypothalamus。这个 hypothalamus 一旦 learning、remembering， 啊，佮 space， 啊，佮 experience， 啊，佮 associated sequential or logical relationship。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真简单讲啦吼。啊，这个 hippocampus， 这个那阵 hippocampus 就是那个马蹄，哦，那是马马的这个迄、那个形状啦，马的 hippocampus， 这个吼有这个有将这个 memory， 加你的 first day of the school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hysical surrounding， the smell and sound of that event。即吼，你第一你去读小学嘅时候发生嘅代志，唔能干那记迄个代志，就是迄个时阵嘅你学校嘅环境，拢连起来，拢存伫即个 hippocampus。啊，即、这个 hippocampus， 即卖我 next 就是即个吼，即个 hippocampus 拢是即个 hippocampus 即个所在，哦，啊，拢存伫遐啦吼。啊，这个 hippocamp， 咱普通吼，那咧寄的物件去 hotel， 这个、迄、那个你 hotel 号码吼，你住的迄个两三日的中间，拢会记哩，吼、哦、，working memory。啊，唔过吼，你回来了后都无路用啊，都全拢袂记哩。迄是真平常的代志，唔过一寡代志吼，那继续的时吼。会转变作 permanent memory， 迄拢藏伫即个有 chemical 的即 reaction 吼，你的 memory 转去 permanently store
in hippocampus。所以这真要紧的 process。所以咱即卖咧讲，哎呀，那人甲咱讲的，咱即卖拢袂记，即卖都 hippocampus 较无力啦。哦，啊，所以啊，囡仔时你入来较少，啊较少代志，哦，啊，都拢是变作 processing to become permanent memory。啊，即卖较侪下都是 permanent memory， 都爱 repeat 真侪摆。所以唔是讲一块袂记，因为咱有呾杂杂代志太侪咧，啊，只要遐侪代志要甲 store 真困难。所以你若要记代志吼，无论几回拢无要紧 ，repeat， 啊，讲几若摆，哦，啊，你要做代志，迄甲记几若摆，啊，都拢都变作 permanent memory。哦，所以这个真要紧吼。啊，佫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唔呾干呾 hippocampus， 一个叫做。我多只互恁看吼，即个 hippocampus 的即个阿壁遐头前遐，即个叫做 amygdala， 那阵扁桃腺吼 ，amygdala 迄扁桃，哦，即个黄的即个吼，这都是真要紧的所在，就是你的即个记忆甲即个感情吼连起来所在。所以你吼，哪卡悲伤的代志发生，你真悲伤。迄、那个会去伫阿米罗啦感动吼，会去影响到你的 permanent memory。所以若无啥有感情发生的吼，拢袂记哩。哦啊，所以若讲你交少年时交几啊十、几啊百个查某囡仔吼，迄种感情一搭久啊，尔迄种袂记。啊，你若干啊单恋一摆吼，哦啊，迄规世人拢嘛记，娶某了嘛是搁咧记咧。哦，嫁人了嘛还搁记。迄就是这个 amygdala 甲这个 hippocampus 的这个联络的关系啦吼。啊，阿尔茨海默这个吼，就是一个德国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研究所吼，有一个医生叫做阿尔茨海默。哦，啊，迄个伊个 professor 是叫做 Kraepelin， 啊，伊吼。感觉讲这款的病，甲普通的这个精神分裂阁无相像，一直歹去，一直歹去，我阿阁未好。啊，伊每摆咧研究的时，咧做 case conference 东西，哎，阿菜嘛，我也就阿 patient， 啊，这阿菜嘛 ，doctor 阿菜嘛，都是拢带迄个 patient 来，啊，落尾才甲叫做讲，啊，无这款的患者叫做阿菜嘛，是安尼开始。哦，所以咱甲看开吼，有两种啦 ，pathologies。哦，恁叫 pathologist 吼，即个有两种上要紧的，一种是 plaque， 啊，一种是 tangles， 啊，即干那研究安尼讲吼，讲袂清楚啦。我看用即个图来看吼，即个 plaque 就是吼，即个 protein 叫做 beta amyloid 的改变，啊，将即个 brain cell 吼，伊甲 destroy， 啊，所以即个 cell 甲 cell 的 communication。会受大的影响，吼，这黄的所在，这就是一般啦。拍手就看到这，就知影讲，这阿尔茨海默的这个症状啊，吼。所以这个是plaque， 啊，佫一个就是这个 tangles 就是这个 brain 的 cell 吼，伊有 internal support to transport 这个 system to carry 这个营养物吼 ，nutrient。去 essential material throughout the long extension， 啊，这个吼，这个 system require norm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of a protein called tau， 这个 protein 叫做 tau protein， 啊，这个吼，伫 Alzheimer 时吼，这个 protein twist， 啊，变作 tangles， 哦，这个因为这个黄的空隙所在就是 tangles。哦，啊，即、这个就是这两个吼，那、哦、看到这两个，伫即个 brain 的 pathology， 都是会当诊断做 Alzheimer。啊，咱即马吼，讲脑吼内底有 tangle， 有即个 plaque 吼、哦，无一定，大家拢会变做 Alzheimer。你若年龄愈来愈悬的时吼、哦，有 tangle 甲 plaque 的时。会变作这阿尔茨海默可能性变较悬，啊，就是差不多，那是到六十岁时，要差不多五六十%的
的人，即马你若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到九十岁差不多有要到80%，你迄个 plaque 甲迄拢有伫内底。啊，毋过研究最近的研究吼，有人有 plaque 甲即个吼碳骨吼，我也未有即个 Alzheimer。啊，最近的一个发表就是讲，即个收入吼，收入甲死去了解剖起来即个 pathology 吼，真侪拢有 tangles 甲 plaques， 啊，因个无 Alzheimer， 大概伫修道院咱的内底吼，有 Alzheimer 嘛，无啥会知影啦吼。啊，毋过解剖结果看下，真侪拢是有即个pathology， 所以即马。最后来讲，就是这奥菜嘛吼，奥菜嘛有这个奥菜嘛，这个遗传遗传的基因吼，真少了，干了差不多 5%， 即马已经找出来，有这款的基因一定是变作奥菜嘛。唔过其他的吼，也阁唔知影，哦，其他的也阁唔知影。这款的有遗传的吼，伊个奥菜嘛，这发生吼，差不多较早。四五十岁就开始，哦，啊，那是即个咱普通咧讲的即个普通的即个奥菜嘛，差不多 90% 拢是差不多60岁以后才开始，哦，啊，所以即个奥菜嘛的即个治疗吼，即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最后吼最近发表一篇文章讲奥菜嘛的治疗。也无，唔过 diet 真要紧 ，Mediterranean type diet 哦，都是 olive oil 啊 fish 哦，啊个种种的这个啊个 folic acid 的这个 intake 哦，啊 alcohol 唔通食伤济啦吼，哦啊都爱较有 physical， 唔通讲啊即马较老啊，头脑较歹用咧，愈用愈好，愈用吼，你的这个 cell 虽然是。一部分已经无去啊吼，死去，也过你剩的遐迄个 cell 会当互相来联络，所以迄个 communication 可以愈来愈好，所以愈用头脑，唔通讲啊，我即马较记忆力较歹，我无要用啦。愈用伊会过增加你的 cell to cell 的 communication。哦啊，唔过即个讲起来吼，是现在啊运动啦，运动上要紧吼。哦啊！爱就逐日冲，唔能讲今日想到才去冲，哦，啊，明仔载都无冲。要 regular exercise， whatever exercise is fine， 有比无较好，吼、嗯，这拢有 prevent 这个迄个可能性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即马安个看起来吼，啊，我的时间到啊，也未，还过几分？过十分，安尼互人 question and answer。阮即个伫大学咧。教书的人吼，吼、哦。哎、欸，我嘛有一个问题，过来。就是你把这个 spiritual 一款的健康 mental world 含这个 physiology 就分析出来这个。啊，你研究的目的是吼，要甲物化还是要甲 spiritual 来？我咧研究就是意思是 spiritual 来。就是看这个用 spiritual index 来较悬的吼，到底甲 physical 甲 mental 有甚物款的关系？啊，所以去根据阮最近发表的文章就是讲，这个用这个有一个 index spiritual index， 迄个时吼 spiritual index 较悬的吼，较袂去用关卡啦，啊较袂挂掉，哦，啊较袂迄个意思，我意思，看要安怎来 understand。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iatric disorder and the spirituality dimension? Hey, 我来讲几句话喏，但我来参考是个人的观点，十几年吼，啊，听伊演讲无数次，足侪解说足侪，至少伫我的印象内面有三个特点，伊的演讲有三个特点，恁头恰恰。咱的脑的这神经是足复杂，啊，咱的这精神医学是足困难。但是曾教授
有法度用这复杂个困难，这脑个科学，啊个这精神的这事物，用足简单咱会当了解，都甲咱解释。这我吼真少做，第一点，第二点哦，伊个演讲哦，是足特别个所在，足爱人问啊，足爱人问，不怕人问，只怕你不问。哦，第三，伊在讲解答的时候哦，另外观察。拢是面带笑容，而且哦，真有耐心，真谦卑，啊嘛真温和，解答啊，互你会满意。哦，啊那无满意，国问真高兴哦，唔惊人问。这点就是，对不？无满意的时吼，免付钱嘞。我来。哎，刘教授，啊，都讲讲那个摩罗在果地哈，单卵，啊，个赖在果地哈，啊，这无同款。啊，我因为是迄台资医学吼，所以我们知影讲摩罗在果地个时吼，因伫腹肚内就竞争啊，因为讲一个胎盘，啊，所以常常拢一个较大，一个较细。啊！那来在个地方生出来到变大，啊！我确实是讲吼，阿尔茨海默吼，无讲在个地方感冒较济，甲来在个地方偏强。广告人，我咧讲是广告人是较济，所以有这个吼，血液甲免疫力下时吼有较悬啦。啊！即马吼，恁做这方面的，即马才知影这个双胞胎吼。照古早讲来讲，哦啊，爱恁到推 100% 经营看无，无一定，伊伫即、這个intrauterine 哦，有真侪即个影响即个基因哦，所以基因也会变，所以出来是个基因无一定 100%， 所以爱小可打左波就去啊。多谢你问这個问题，好来，哎，过来，我你甲大家先看先即我一直拢无法度解释讲是安怎，即讲啊 ，Alzheimer's 就是爱脑爱用坐都袂，哦是爱运动，吼、哦。啊，但是你是讲 Reagan， 哦，啊有寡其他国家的总理，因拢甲拢都啊变作痴呆体，安尼即因脑啊用足济。啊！你讲瑞克的骑马有些，迄运动也有够。啊，是安怎来变安尼？我想拢无。你想我，我想我。哈哈哈！哈哈！我你若想我，我一定讲想。啊，主要是安尼啦。这个瑞克哦，伊是恶的。伊咧做总统的时候，人家分析哦，伊拢是咧做鬼。啊，所以伊虽然未记哩吼，伊做伊你唔知影伊咧未。哦，啊，真侪决定吼，拢是伊下人个决定，所以你袂当用一个去决定。啊，若是马格丽莎就是有影，伊提出来了后，开始有这个后生嘛，迄、那个以前那时也阁真好势。啊，这吼过程拢无相像，哦，啊，拢无法度通去了解，这个就是 mystery。后生嘛，也阁是 mystery。我相信哦，咱在座有足侪。问题，但是我相信哦，有这问题，我想大家拢有，因为这题目的本身上，吼、哦，身心灵来定义讲现代人身心的情况。我要请问哦，身心灵三项爬升第几哦？够多一占较大？因为咱碰的感觉是咱的身哦，上感上有感觉与五官听看吼啊听个。啊，心是较抽象一点点的心怀，哦，心理上的心理，啊，灵骨较抽象，啊，到底这三项来决定咱健康无健康？这宽体他体不能到，也得音乐当跟到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吼，这块的 well-being 吼，有差不多 80% 有些遗传的这个 basis 来的，啊，不是讲 80% 拢是基因啦吼，
这个环境的因素吼，至少有屯垦山影响。啊，即摆愈来愈知影讲吼，无迄个 absolute environment 到 absolute 即个这两项吼，即摆愈来愈改变。最新的这个研究会使安尼讲，古早来讲，基因就是基因，环境就是环境，无一定啦。这个环境会去影响到你的基因的这个表现，所以阮即摆咧从的工作就是吼。看要安怎 gene express influence by what mechanism？ 来，你到时你有啥物？这个，你这个理论吼，我是感觉真正好，因为我连环讲了，台湾环讲，讲所有的万变啊，拢根据这里。好，啊，你胃病会当解决足侪疾病，啊，事实上，这个当然是科学内个足罕了解。但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在跟人讲，这是主要当证明讲，足济病是胃遐来的，啊胃遐去，来得治了足济病。即个我是感觉讲是一个温度底下啦，哦，你若处理，我是讲感觉现在放上面来研究，我感觉迄是一个多的。不是不是。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你想啦，我想这个阿昌啊，这个物件只是 storage， 只是说 storage 嘛，啊，然后你对等的 retrieve 那 information 哦，这线路和物件 storage area 哦，你若讲有 break， 到底是应用 storage area 还是应用线路？啊，你若线路跟 storage area 拢无问题的时阵，是应该得去考遐遐 information。应该是日本的印尼币变较大，就较快入库了。所以我是用这简单的想法来对问题。啊，用安尼去研判，到底奥他们到底是安怎？是线路出问题，还是 storage area？ 可能是最隐秘。对，即摆已经知影吼，这两个拢有关系了。因为这个 cell 会死去了，真侪咱的 nerve cell 吼，奥菜嘛会掉边了吼。全脑的这个细胞吼，拢减少，啊，所以 cell to cell 的这个 connection 吼，都较无好势，啊，佮 storage 嘛无真侪 cell 通 storage，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 Alzheimer 要变的所在就是全脑拢受影响，唔是干呐 hippocampus 甲 prefrontal 拢有影响，所以这两边拢有，哦，所以较无法度谈讲。看来找出真好个法度啊无，啊最近咧发表个文章咧讲用饮食，哦，可以即 glucose 增加，可以即 cell 看会当个放松，嘛是无一定讲拢有效，哦，所以即个是真有，即个现在是真要紧，无法度通治疗一个病，啊咱大家拢会去钓，那个话较济，所以无一定讲话较济都较好啦。啊，唔过吼，既然都，咱就大家拢有条性命吼，活多爱活较久咧，享受较久咧。有真侪人买过生的时讲，安奈只性命遐尼短，哦，啊有影咧，有诶讲哦，我先生在超级，但阿都奈遐尼短，啊有诶吼，艰苦甲讲奈，有诶讲安死死较好，啊所以吼，伫即个情形吼，咱大家来看会当来。有咱的 well-being 更加好啊咪，所以我即摆的这个，我另外这个 behavior genomics 的这 center， 我即摆要来设这个 center for research， 我唔是咧讲要安怎互人 well-being， research 较要紧 ，research 来找出安怎要互人的这个基因甲环境会当增加，啊，即摆来当找出吼，看安怎的基因会互人弄这物事。啊，看现在人基因会人 happiness， 看现在人的基因会当 prevent cancer。哦，咱拢在咧找着看什么基因会去予develop cancer。你去找去基因讲，那有基因的是怎啊？真侪拢知影，有这个 advantageous gene。哦，啊，这gene吼爱去找出来去 characterize。啊，主要即卖问题就是 characterize 了后吼，无一定。你会当了解真复杂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古早咱咧想讲基因较简单，啊环境吼无法度，即卖愈知影环境吼
是足要紧，啊无法度通拯救，因为一人一人的这个环境遐尼啊复杂，要拯救真困难。OK， 啊，咱今日吼问题非常多吼，啊，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搁一个问题好无？哦，搁一个问题，时间的关系啊。OK。遗传因素是已经定了80%，那另外是20%是我们的环境影响。那我是觉得，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家里都有年老的老先生老太太，那你说通常已经在那个 Alzheimer 发生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在医疗方面。通常是这些已经发生有这种病状的，他们的年纪多大？然后要直接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帮助我们这年老的先生太太，什么时候去检查？有没有这个 routine check up， 让他们可以去说哦 ，just want to find out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那个 Alzheimer's？ OK， 所以给我们一些 recommendation。是，你刚才讲这个 80% 就是 on average， on average， 啊 ，heritability 不是讲这个就是固定的因素，是 heritability 是一个 average statistical concept， 哦，不是讲拢一定 80%， 后人 20%， 后人1%， on the average become 80%。啊，迄是叫做 heritability， 遗传因素，遗传因素不是遗传的基因。Okay. 哦，啊，第二点就是什么时阵开始？我看吼，那超过50岁了吼，after 50， you understand English？ 呀，他不懂台湾话，不管你。你听到是台湾的，啊，你是对对来？红光。Oh, Hong Kong. Okay, now you understand English. So it is the after 50, if there is any indication of memory loss, better have some examination. Now there are several examinations. The first one is called neurocognitive deficit of examination. Or here neuropsychologist. They know this is your spinal tap.Spinal tap， spinal 内底看半有心 plug， 佮探有阿无，哦，啊第三就是你会当用这个 imaging 看这个脑，MRI， 要 special MRI， 哦，所以这有迄个可能。我问简单，足紧嘞吼，福建人较济还是汕人较济？好在嘛吼，那真像福建人较少，因为伊的生活吼较富足，啊会当控制伊的 life， 啊较有时间通去 exercise， 啊伊个较无钱的吼，啊伊个都咧生活都咧过袂了，啊国家底下去，我迄些真 unfair。咱这个国家是讲吼，算是安排哦。咱人的这个 economic distribution 是安排 ，control by very minority of people。安尼好。咱吼，请多谢，请多谢个人，要问题吼。